宇宙最强买豪宅遇埋老婆粉。外面嘅世界系点？我只系知道，一家人唔分开，就乜嘢问题都冇。戏入面嘅叶问、钟意咏春都不忘锡老婆，而戏外嘅甄子丹，电影一部接一部，片酬升，身家都自然升。有钱就梗系唔增值都要保值啦，买砖头就系其中一个好方法啦。据闻年几前啊，宇宙最强已经频频出动睇楼，仲孖住老婆一齐睇，特别鍾意博富林果头啊，最后用1亿3500万买入摩星岭御海园独立屋。呢间屋实用面积3362尺噶，加埋2000几尺花园全海景，难怪吸引到佢两公婆博取啦，联名买咗间屋。不过咪讲笑啊，一个打10个嘅佢，名下物业遍布美加、香港同大陆，间间都系大屋添啊！